哎呦，这怎么有个奶奶？奶奶，怎么了？哥哥，奶哥哥，你上一下班嘛？你在这里等我啊？啊，等一个多时间了。等个多钟头了。嗯。哦，那你稍微等一下，奶奶，我把这个被子有点沉。好吧，我放在这里。奶奶，这是你自己家种的是吧？是了。哦。甜得很。甜得很。嗯，上一下吧。哦，那我开一个看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有的有的。看一下奶奶家的，品质是不错的，而且这个水分应该是，你看，水分都多的。嗯，很甜。嗯，特别甜，奶奶。没有打过甜蜜素的。没打过甜蜜素的。嗯，那你家果园子在哪里啊？在那里。那里是吧？一开好多果果。走吧，那我们去看，去你园子看一下，好吧？啊、来，我帮你拿。我这里还有这个果果、啊，你尝一下。来来来。不、哦，奶奶不用。哎呦，谢谢你、啊、奶奶。不谢。谢谢你。那我们就走吧，奶奶。好。啊，我们去看一下，来我。哎，多大年纪了？82了。82了。嗯。等一下，哎呦，奶奶你挺厉害呀，80多岁的一点都不像。老板，我再一个给你尝一尝。哎，好的，奶奶，应该都可以的。哎呀，你看，哇，口感口感呢，你这果很不错。这样我就跟你和他们的价格一样，可以吧？哎呀嘞，奶奶啊，嗯，这个云子都是你自己在种吗？是的，他儿子的。儿子的。嗯，你孩子他们呢？他们没有回来，他们又回来不到啊。哦、老板，你跟我收了一下吗？哦，我帮你、奶奶你放心，我给你收好吧。嗯，谢谢。今天我先给他们这里收了，你看我们都在这背锅、然后我明天就得收你的，好不好？好的、因为马上这个要下雪打霜了。我就赶快给你这些果就下树，好不好？好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开心。这里有500块钱定金啊，你收下、啊。不要不要。怎么了？有人来拿就走，来套就走。套就是了。我来下就走。啊，奶奶你这样，你把钱收下，把钱收下，然后收下，你心里就踏实了，好不好？哎呀。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好不 好？我肯定就来给你收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走吧，奶奶，慢点哈。咱们就回去，好吧？好，有的有的，谢谢、我就不送你了啊。好，谢谢。走吧。拜拜，好。